中国名人夫妻旧照，林徽因美丽，徐德宏薄情，烽火恋人唯有一对一。林徽因和梁思成，林徽因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才女，有民国佳人之称，胡适誉其为一代才女。她的生命里充满了浪漫色彩，一位甘愿为家人抛弃妻子的浪漫诗人徐志摩，一位是为他终生未娶的学界泰斗金岳霖，最终他选择的却是建筑大师梁思成。这对金童玉女为中国近代建筑事业做出了贡献。二，贺龙与薛宁。1938年，贺龙和薛宁相识，开始的时候贺龙对薛宁就产生了好感，只是薛宁不敢相信贺龙的诚意。贺龙对薛宁说道，其实呢，我们两个不是没有基础，我们可以说是同行，有很多共同点，不同点可以在生活中协调吗？我家老红军多，你家抗日军人多，我家种地，你家做工，咱们工农结合，工农一家人，你看多好，就这样成就了一段良缘。三，陈毅和张锡。陈毅是开国元帅之一，他为人足智多谋，风趣开朗，张锡漂亮大方，气质典雅。1940年春天，陈毅和张锡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这段烽火之恋令人敬服。四，徐德宏和廖静文。徐德宏和夫人廖静文及孩子的合影，当时徐德宏抛弃自己原配妻子蒋碧薇，爱上了自己18岁的女学生，不料最终选择了自己另一位学生廖静文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